吃凤梨披萨吗？不会。肉圆是真的还炸的？真的炸的都可以。这穿婚纱是没有兴奋跟期待。超期待的。阮经天、张钧甯神默契，超速配，快问快答，两人的菜一样。我有一阵子想说你们搭配很对，不然叫我们50岁约约啦。陈意涵身为旁观者，曾敲边鼓撮合阮经天和张钧甯。他说他想结婚，所以我们大吵一架。他们合作新片《查无此心》再续戏缘。那敢问，都是1982年生的两位，可有新面对结婚这题？结婚了，我说实话，憧憬不过啊。结婚不会，不会啊！我从小对婚姻就没有任何，一直都没有。Really？ 就穿婚纱，但是没有兴奋跟期待。超期待的，笑死！因为我有想象中我跟你们，我有想象中主人公在跳第一支。想着想着就失眠。哎，对婚姻看法奇异，该不会是因为身兼制片的张钧甯自曝是会压榨劳工加班的惯老板吧？我在回想起那个礼拜，到底那两个礼拜怎么过的？那17到22个小时的工时到底怎么回事？天哪，以后上病房你的工作要好好思考。斗嘴也是一种爱啊！你们之间的化学变化看起来就像真的。我们忍不住出个快问快答考验默契。哎呦，简直可以用天线排出爱你的形状了。两个吃香菜还是恨香菜？吃吃。会吃凤梨披萨吗？不会。火锅加芋头还是不加芋头？加。面线加大肠还是加鹅啊？加大肠和鹅啊。对，应该是全家。全家。车轮饼吃奶油还是红豆？什么什么奶油？车轮饼。啊，当然是奶油啊。肉圆是真的还炸的？真的炸的都可以。你们都很好吃。汤圆吃花生还是吃芝麻？两个。牛排是淋黑胡椒还是蘑菇酱？蘑菇。你不吃牛啊？不太喜欢，但也可以吃。真的、哦，硬要加应该也是蛮多的，再加点辣。可以叫阿巴斯，不行，加辣。阿巴斯酸酸的。那吃水饺，酱油直接淋还是放一边？放一边。皮蛋豆腐是搅烂吃还是分开吃？搅烂吃。真假的？搅烂啊！好可怕哦！哇，那你重复性很高哎！真的假的？我的天哪！以后你如果交男朋友，可以用那个野蛮女友那个，就是我帮你写那个守则，跟你不喜欢的，你不喜欢，好感人哦！我要哭了。三百。对啊。你在舍弃你光就是一个。我很容易，我很容易。我容易有反应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你们俩要不就凑成对报道。